讲是今年还是去年？去年。对，去年的时候，因为我们这边的族群达拉噶拉姆族被在日本时代就被划分为跟阿里山的州族一样，所以你们都听过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对不对？可是实际上，用我们这边的语言、跟祭典还有服饰是完全的不同，所以我们经过了这个族群经过了百年的奋战，所以在去年终于得到中华民国政府的认可，叫证明。那今天你们来参加祭典，首先要告诉你们的是，祭典在进行的时候可不可以大声喧哗？好。那祭典呢，我们会围成圈圈。如果你看到好漂亮的女生或好帅的男生，我想去拍他，你可以跑进那个圈圈拍吗？不行。好，那大家都知道祭典的禁忌哈。然后待会呢，我会带你们进去。但因为今天大家比较慢一些，所以没有位置了。哦，因为大家其他的族群都已经先去参加，还有一些观光客。啊，那老师名字叫大方，不忘记讲，我的布农，我是布农族，我的名字叫麦达，麦达，因为你们的音没有这个音，所以你们发不出来。哦，噶拉噶拉姆族，我不是噶拉噶拉姆族，我是布农族，但是我要教你们怎么跟如何跟族人说谢谢，好吗？好，叔叔曼贝，叔叔曼贝，哎，再说一次。叔叔满杯，很好哈、哦。我们常常在开玩笑说，喝小米酒，叔叔给我满杯哦。那是叔叔满杯。那待会祭典一定有小米酒，所以十八岁以上可以都没有，都没有，今天都没有，今天都没有哈、哦。我也没有，你没有，你也没有，我也没有。今天都没有。好，然后呢，你们待会到祭典场之后会看到一个。茅草，你们可能觉得那是茅草屋，就是一个半阁楼的，那叫扎格勒。在噶拉噶拉姆族群，扎格勒是男人聚会的地方，所以女生能不能去？不行，哪怕是碰他的柱子都不行，这会对噶拉噶拉姆族群带来厄运，知道吗？也不能从他的凉亭底下穿过去，这是禁忌。好，来到扎格勒。告诉我，谁可以上去？男生、女生？男生。可不可以从凉亭底下走过去？不行。女生可不可以摸他的柱子？不行。好，不行哈、哦。然后待会可能看到大家穿传统服装很漂亮，那我们的国中生也在里面，那很漂亮的传统服，如果你要跟人家拍照，你是不是要很有礼貌的问人家愿不愿意？对。好，那孝心卫道中学这边都准备好了哈、哦，那我们等一下。带过去，然后我们尽量安静，好不好？因为祭典九点就开始，在里面。